阮经天一身轻装，星期三现身五星级饭店门口，一举娱乐独家直击。血滴子换了新导演刘伟强，特地来台密室屁谈，都没有见过，然后觉得很酷，对啊，见看。如果有机会可以看的话，当然看一下。阮经天，你太谦虚了。血滴子的另外一位男主角黄晓明先进剧组。对，现在挪后了，本来是八月初，现在可能八月底。八月底就开始，所以小店还是会。对。会晚一点再加入剧组。我现在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清楚，因为我目前我就除了就是专心拍窦导的 Love， 其他的我不敢多想，也不能多想。可是刘导说他觉得你像年轻时候的那个郑伊健。嗯，确定像吗？刘导自己。哎，从出道以来，其实好像还像蛮多人的。为了金马奖形象广告，阮经天走2030年代的复古风，不过跟古董脚踏车不太熟。导演侯孝贤出手相助，瞧位置，穿梭百年的另一个造型，长袍马褂，还抱个小女儿。爸爸跟你，小孩一抱就哭啊。一电视采访报道。